至于县议员黄玲兰，则是针对了富里乡平埔族证明卓西部落用水问题，向县府原住民行政处以及农业发展处进行了质询，希望县府团队要重视平埔族的事务证明运动，还给族人应有的族群文化，解决卓清部落常年的用水问题。县议员黄玲兰表示，102年11月15号，富里乡是首个受理原乡原住民认定认可的乡镇，平埔族人认同登记人数共计有258位乡亲。目前富里乡有3个平埔族社团以及协会，据文化局的保存，黄玲兰要求民政处、文化局、渔民会以及观光处给予协助。县议员黄玲兰咨询要求农业处协助改善清水部落原有的蓄水池，因地震、台风严重受损，影响到部落农作的工业用水。102年富里乡公所乡定原住民成立之后，宣布之后，就富里乡户政事务所已经协助我们的富里乡的乡亲去做这样的一个就是资料的一个申请。那么目前为止哈、就是经过了11个年头，目前登记的平埔族认同自己身份的只有258位。那原源跟目前富里乡平埔族人哈、已经到第5代了，这个落差非常非常的大。那么因为这个平埔族是富里乡是全台第一个乡定原住民，所以它是相对的一个重要。那么也希望说在这个县政府的民政处跟我们的原民处还有观光处跟文化局能够一起来结合，让这个富里乡的平埔族是乡定原住民这一件事情，让他能够把他的文化跟他的一个传统的语言跟他们的美食哈，都能够一起相关的局处一起来协助这个平埔族的一个证明的活动能够圆满来成功哈。希望因为在那个脑疗的部分呢，已经他们的简易自来水的这个部分哈，他们的就是用民生用水哈，县政府有去检测，已经不符合它的一个标准哈。那么在石门关，我们上到石门关，它有一个10吨很小的一个蓄水池，那么不能解决我们这个上部落跟下部落乡亲们的他们的一个用水、灌溉用水跟民生用水的问题。所以呢，希望县政府农业处能够在这个石门关这边呢，再做更大的蓄水池，来一次来解决我们清水部落跟上下部落的这样的一个灌溉用水跟民生用水的问题。当然，最终我们是希望就是说在乡亲能够配合政府哈推动的就是安全的自来水使用，安全自来水哈。因为目前乡卓西乡公所也在做6月份会完成，就是在孬寮那个部分呢，他们的那个就是灌溉用水的这个部分呢，施工也会完成哈。所以呢，乡公所跟县政府这边哈，大家一起来为我们卓清部落的族人啊，来为他们啊他们的一个用水的一个问题，能够彻底的来解决。专门花75线道路改善经费，县黄玲兰也咨询要求建设处长邓子瑜优先筹划经费来办理。邓子瑜表示，原先编列3000万元来办理，花75线改善，刚好公路总局有提升道路品质计划，县府认可可以让花75线做得更好，因而提出计划预计改善花75线0到8公里，总经费4200多万元。